有啲嘅，因為其實可能大家有睇住我個 live 啊，跟住我落到一半嗰陣時候，我已經聽到大家歡呼聲，咁我好緊張嘅，其實喺上面嗰陣時候，跟住我就喺度問花姐啊，一陣落到我要做啲咩啊，我講咩好啊咁樣，跟住係咯，即係好緊張嘅，咁落到嚟都見到好多人啦，咁多謝咁多位 fans 真係特登出嚟支持，因為其實本身都有考慮過，因為而家疫情嘅關係，咁其實。都擔心大家的安全嘅，咁但係因為今次呢件事是 fans 級籌辦噶啦，咁我見大家哦好有誠意咁啊，不如同 MV 完之前就打個卡影個相咁，所以我都想即係俾個 surprise 大家，即係現身同大家一起大合照咁樣咯，係。送花俾佢哋唔夠分啊，點樣搶啊？我諗大家都。都守秩序嘅，乖嘅。咁我下次預備多啲咯。今次係我問題，我預備得太少咁樣。今次就係預備咗100支啫。有冇試過即係送咁多花俾自己身邊嘅玩女朋友嗰啲啊？以前有嘅，但係都真係十年前嘅事。嗰陣時十幾歲，即係咁嗰啲周年紀念又唔知道送咩禮物俾女朋友，咁就哦嗰陣時睇戲啊，哦個個都送花，咁女仔可能中意花，咁啊送花咯。咁所以其實再送就已經係真係今日啦。我怕我哋阿灣女朋友見到你送咁多花俾 fans 話。都唔會係嘛？都唔會嘅，都唔會嘅。我諗應該會體諒嘅。咁我自己本身係好少送花嘅，咁但我覺得都係心意嚟嘅啫。係咯，係咯，係咯。呢排全部啲隊友都一齊祝歌啦，都同佢哋一齊，即係大家鼓勵下。有啊有，因為其實由佢哋準備緊啲歌嘅時候，都已經成日 send 俾我哋聽，問我哋意見咁。即係一有 demo， 我哋都互相交流咁樣。咁所以亦都好戥佢哋開心啦，因為。上年我自己出到 solo 的心情都是很興奮，我相信他們都是，所以其實如果有些什麼可以即給到意見啊，又或者需要幫忙啊，幫手一起宣傳一下，我們都會 一樣幫手。比較，我想其實外面有很多朋友仔都會拿我們來比較，但是我們自己深知自己不是競爭對手，而是一起拍住相的 partner 拍檔，所以其實都不會影響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啊，或者怎樣，因為我們之間就不會拿對方來比較，反而是真的欣賞，哦，你這些作品很好，因為我們其實都不同路線的，全部都